好的，那师傅呢？接下来接要开始表演我们的北京手拉面啦。哦，其实拉面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可是呢，可以拉到出神入化，可以表演，可以做各种的娱乐节目呢，其实难得，马来西亚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要请刘师傅呢，让我们现场呢用这个面团还有一点的油，哦，当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中油，来做这一个非常精致的拉面表演啦。哦，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段时段，因为这个表演呢，如果在国际舞台上面呢，是非常要很高，入场券要很贵的哦。我们请为了请这个师傅，加上今天师傅是在三飞酒店工作的，我们要去架子机热出来也是很难得了啦啊。OK。好。现啊，现在我要表演的这个面团，它是个粉，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啊，它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粉的了。我们能够跟他拉出的面条，细小的面条也能串车，你看，这个苦时代我们所说的好，宋朝时代我们没有机器，啊，我们皇帝要吃的面就是用手拉出来的，这是面，啊，甜品就是龙须糖，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手拉面啊，这面团。是的，那请问呢？是不是这个面团是经过撮合了的，对不对？啊，这个面团可能，姐，你错了，错了啊，对，嗯，那师傅你有放什么东西下去搓呢？就是、啊、没什么的，以前我们只是放的水，而且这个只是那个健康的面团，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没有发现成分，所以呢，越吃越健康，苦大越吃的人越大，吃又好，所以呢，就是好在这边，所以。古代的东西是传统的东西，就是北京手拉面，这是一个皇帝美食。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呈现给大家欣赏欣赏啊。好，那师傅呢？其实今天来这里表演呢，非常难得。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约了这个地方，他要来这边看场地，看了三次。为什么？因为呢，桌子一定要够稳。哦，我们那个桌子曾经被师傅打烂过三张了。哦，一定要够稳的桌子，为什么？因为还要用最大力气将这个面的筋打完出来。哇，其实大家听一下声音啊。当然，在拉面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师傅用各种的花巧的技术哦，好像那条面已经在师傅的手上跳舞啦，好像龙那个游龙啊，都有那各种的技巧在里面哈、哦。是的，现在师傅呢，目前还是。是的，现在师傅加个面团，就好像一个龙在那边，游龙似海的慢慢的旋转，哇哦！小朋友要下去点哈，你们等一下，那面啊把你拉上来就惨了。好、哦，你们可以坐在下面一点点就好了啊。掉了。是的，师傅现在呢，发现的劲还不够劲啊，所以呢，再一直打字撮合这些劲 ，OK。不要觉得很简单哦，也不要回家学，可能你的家里的桌子都可以打坏哦，适合的桌子才可以来打。其实师傅今天的表演也是一点，主要就是舞台的那个长度啊、高空间啊、高低啊。其实呢，师傅我完全没有办法展示那一种比较高难度的那个技巧，但是呢，师傅给你尽力展现最完美的一个拉面技术给大家看。
师傅在我们的企业也有被新加坡受邀请到新加坡的那个国际民俗交流协会当中呢做交流示范的哦。这师傅还曾经那个面团撮合垃圾，直到这个面团呢全起筋哦，滚滚。在这里呢，其实想借用大家掌声一下，好不好？嗯，这个师傅的哦，掌声一下，哎，小朋友，等一下上来跳吗？其实啊，我们这个连着那个面刚才，它会断，是两个地上面不能选，它是不会断的。我今天可以倒21下。我这个拉面呢，因为我正式表演可以倒万多条。这是大快人传承，你看我会呈现给大家看，好不好？我再鼓掌两声大点，好不好？对，谢谢。好，那师傅你刚讲了，他接下来要献的。面拉到腿对，是开始将这个面团融入了粉。现在开始进行的是拉面条啊，怎样从面变成面啊？不是从面团变成面条。最后还在继续的搓和这个面，让它。好，师傅现在已经放粉了，你们可以看到哦。放粉的目的就是开始要成立面条的那个初步工作哦。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谁可以算到师傅有多少条面这一串，多少条面在这一串里面？好，这里有4条了，看了哈。4条4加4等于多少？小朋友，8条了哈。好，开始的，8加8等于多少？16，哇，聪明。16加16等于多少？32，哇，准。32加3等于多少？64，哇哦。64加64等于多少？多少？128，我信你的，小朋友。128，现在已经成为了你的技巧面条了，可是不要一起的让这个面进化。好，大家请看。
掌声在哪里？可以打开吗？哇！好，师傅。啊，这个面可以拉得很细哈、哦，因为我这个面整的多又细，所以它会有点慢慢掉下来。啊，这个是不少，这个整可以上万条纹了。有、嗯、哈、哦，我真的记录呢，我可以上万多条啊。那个这时候我这个地方也不能太热，太热它太细太硬它容易掉下来。这个是面粉掉的，什么加工的东西也是个面粉，能打到它有一个筋啊。不简单，在那平均，在那很幼，可以看啊、哦。那天我可以穿针，我的针呢，几十个人穿，那这针只能穿一条。今天刘师傅为大家曾经可以穿三条到四条那个针洞。我们要请一个贵宾到台来，随个啊、哦，来我们这里现场穿针，证明我们这个针是可以把这个面穿到底。好吧，啊，要叫谁可以先上来？我们的，好的，来，谁有兴趣上来？谁编这个连传承的？哦，这个已经特别好的，请上来，咚一下，好、哦，要老花，老花哥上来。上次有一个不是怪师傅传不到，是怪他老花手震了、啊。谁可以？几位年轻的一点好不好？眼睛好一点的，你要啊？当然有奖品啊！谁上来有奖品送？一罐这么大桶的油啊！哇哦！来，好，我们来看是不是在穿针哈。玩具啊，还是玩具啊？好，来，我们看看第一条面哈、哦，穿第一个针。OK， 哎，好，第一条面穿。好，第一条是穿那个镜的，掌声一下第一条。来一条，现在进入第二条了哈。这个面呢就没有办法来做汤了，因为你煮汤它融掉完了，太细了哈。好，来进入第二条。第二条也进去了，掌声一下，第二条也进去了，哇、哦！来，小朋友蹲下来，我们要给后面嘉宾看到啊！你们不要全部上到来哈、哦。等一下，还有一条是吗？好，我们来进入第三条哈。在他身上，已经穿了多少条啊？现场来宾，两条了哈，我们看第三条可以来的吗？要不要再加多一条？要不要给个鼓励掌声？好，再加多一条，好。来，我对照他的上面。好，我们再加多一条。
这么说 ，OK， 好，再等一秒。现在不是词不紧张，是他在紧张，手一点抖哈。哇，唱得到吗？哇，第五条，是不是第五条？对不对？对哦。来，好，我们的非常，今天应该可以打世界纪录了哈。如果下一次的明年的佛教文这东西再邀请的话，我们希望可以穿六条，好不好？哦，每一年有一个纪录。OK。